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咁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我哋而家所讲嘅冇错啦。原来有人懒于撒种，但亦有啲人系懒于耕作，但亦有啲人系懒于收割嘅。咁所以变咗呢三者，我哋都要充分经历咧，你先见识到嘅。而事实上就好似2012信息典型啦，系咪？即系话换句话咁你哋收到啲咩咧？因为你哋冇办法去讲到2012信息啦，系咪？嗱，冇错，我负责讲到2012信息，但系跟到嗰啲咧。咪有機會可以成為資料員啊、繪圖員啦、啊，明唔明啊？你哋咪收到你哋嘅60倍，我收到我100倍，你哋收到你嘅60倍啊嘛，係咪？咁30倍嗰啲咧，咪就係嗰啲能夠聽得明咯，明唔明啊？所以變咗有講嘅，有幫手嘅600多個弟兄姊妹，但你亦有聽得明嘅，建議個分嘢。但問題呢個唔能夠怨天尤人噶，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因為點解啊？因為其實大家一齊去撒種嘅，係咪？然后撒种的时候都已经有轻重之分了，但是问题在过程当中呢，在磨练当中呢，有些直情是走了添啦，在那十几年里面直接走啊，离开石安啊，觉得石安是错啊，这十几年都等不到4794了已经、啊、就好像第一个 momentum 啊，屈素先生他将他改为冇命等啊嘛，很多人都等不到了已经，冇命等，等到个复兴出来了已经，但是问题我们有命等啊嘛，感谢主啊，明我们真的看到个撒种同埋丰收嘛，但系你而家你会睇到，你而家对比翻喺双氧水嘅时候，我所分享嘅信息同而家2012信息里面啊，无论佢嗰种嘅精彩程度啦，嗰种涉及嘅秘密啦，纵观全世界嘅人类历史同埋政治经济啦，包括我哋所讲嘅都会应验啦。你觉唔觉得真系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嘅我哋所讲嘅双氧水嗰种嘅震撼同埋级数？因为两者系嚟自神啦。但你会睇到神信托我哋嘅程度系咪真系远超过当时双氧水所分享？我哋更加阔、更加大，同埋更加贴入嗰个嘅事实真相，系咪啊？但呢个过程，你羡慕妒忌恨都冇用嘅，因为你一定要自己去亲身去做。因为你系劳力农夫嘅话咧，而仲要个心田喺你嘅心度，我冇办法，我冇摆喺你嘅心田。种完嘢之后，仲要帮你嘅心田去耕耘，然后再帮你收割。冇可能嘅，神将个心田摆喺每一个人自己内心嘅话咧，你所收割到嘅嘢，属于你嘅嘢咧，都一定要系你去撒种，你去保守你嘅心性，个保守一切，然后你自己咧凭着信心去改变你嘅习惯，改变你自己嘅做嘢法，改变你嘅明白，然后等你收割。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简单嚟讲，如果我叫我浓缩翻去讲翻成个程序咧，第一就系话你喺每一方面，无论系经济啦、医治啦、恩赐运作啦。你都带住一个良心去撒种，因为良心会带领你噶嘛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喺个过程当中咧，你就要真系配合你所撒嘅种咧，系附上你自己嘅受逼迫、受磨练、受试炼，因为呢个就系你嘅农作物所需要嘅太阳，你嘅农作物所需要嘅呢一啲春雨秋雨，就系你浇灌圣灵啦、浇灌神嘅话落去啦、坚持啦，即系等于举个例，你相信医治嘅话。你以前静鸡鸡相信自己嘅病得医治啫，但而家你要撒种去到你能够为人祈祷得医治嘅话，随时你俾身边人嘲笑噶。你试下嗰啲不信嘅同事当中为佢哋祈祷咧，一啲得一啲唔得，你可能俾人嘲笑嘅，俾人觉得你沉迷噶，系咪？直至到你能够可以收翻30倍，讲紧60倍，即系话你差唔多医个个都医得好之前咧，你咪一定要喺呢个磨练当中，导致你嘅心啊喺良心带领底下咧，你个心田更加好，更加。稳健，更加唔会话随住风浪而三心两意，见唔见啊？所以每一种咧都有佢自己你自己内心同埋面对环境当中嘅迫害，甚至连双氧水都有双氧水跟住之后不停嘅锻炼计嘅迫害噶，系咪？喺呢啲嘅过程当中，就如我所讲就系耕耘啦。可能大问题去到收割嘅时候咧，好多时系生活上一个好大嘅改变，好大嘅明白。你一定要将你的环境，你甚至以前固有的生活方式或者习惯，甚至你侍奉的方式都改变。譬如举个例，双水事件的时候，根本我直成是用了10个礼拜去分享啦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去到2012信息的时候，你会睇到石安系直成系超越全世界所有教会所做的，就是由嗰日开始，我哋变成一个电影级的主日信息噶嘛，唔系舞台式、歌剧式。嗰时我曾经喺灾座都分享过啦，系咪？直成我哋转咗另一种主日分享方式。而并且摆落去嘅精力咧，系更加多嘅，系咪啊？
即係嗰種嘅心血啊，每一樣嘢，呢個係要改變我哋嘅習慣，改變我哋嘅明白，要直情將我哋嘅生活系統同埋做嘢方法改變。我就示範咗一樣嘢俾你睇啦，係咪？喺我分享2012信息之前，我哋教會都已經有嚇，即係20年以上嘅侍奉嘅歷史嘅。但突然間話改就改噶啦，因為點解？因為嗰個就係我嘅一百倍咯，嗰個就係我嘅一百倍啊！但如果你諗下，當年我唔改，到而家咧用翻我哋不嬲舊有嘅講道信息，我哋個信息根本好多嘢都分享唔到，直情係好多嘢分享唔到，分享咗你都唔會明啊，因為冇 view 啊嘛，明唔明啊？你見唔見啊？所以變咗你會睇到，但好多人就係話，正如我所講啦，佢唔係懶於殺種啊，即係俾人監都監到佢殺種，佢亦唔係懶於去耕作，但係到去收割嘅時候咧。好多时咧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就分咗喺呢度，咁真系好可怜啦。因为有啲人糟蹋咗个庄稼，佢净糟蹋咗，佢唔愿意收割。你叫佢转下用个其他嘅 apps 啊，或者唔好用翻呢一个旧嘅电话啊，或者用翻呢啲新嘅方式去侍奉啊，佢唔制啊，佢觉得你施压力俾佢啊，佢大有压力啊，佢觉得你唔俾面佢，系咪？即系咁、啊，有啲人直成你叫佢啊，你都得罪咗佢。但你睇下游牧师，我自己系人哋叫我噶。唔系噶，我哋尽善尽美，发觉呢个压力系极之大，然后我揾办法去解决佢啦。因为当时我分享呢一套2012信息嗰种嘅担子系大到真系想象唔到嘅你吓，因为有咁多信息，但系爆棚咁多信息，但系要讲得你明咧，基本上而家大家知道，如果唔系发明咗呢种新嘅我哋主日呢种嘅程序同埋做嘢法，根本你哋到而家有几多人系能够有而家一半嘅明白呢？冇噶，因为你冇其他图文并茂啊、video 啊，同埋好多呢一啲最高嘅科技啊，同埋最高嘅方式去组合咗呢个主日嘅，无论图啦、video 啦、VO 啦、配音啦，啊，同埋个信息嘅层次同埋表达啦、分段啦，全部你哋简直系唔使谂啊，冇摆咁多心血落去。但呢个对于我嚟讲，喺呢个收割当中，我系咪要改正晒我的生活方式？我唔改正呢个生活方式，神明明想将咁高嘅智慧送俾我。简直是一种荣誉来的，是绝对一种荣誉来的，但我收不收到啊？我收不到，我边收到啫？我做不到这样的信息，我不肯做这样的信息出来的时候，神将这么伟大的信息，由这个4794之前的双水这个信息，他突然间100倍的威力给了我，但问题我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到给你们听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就是很多人你会看到，明明神是真的给那个30倍、60倍、100倍就在门口的，但问题他们就不肯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。佢唔肯俾人去教啊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2节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心热诚，不惊惧挑战，愿竭力。于天路快跑，奋力冲前，心未尝怕千万转变，跟主却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冠冕，现将一生光阴所有的气息全呈现。不管风雨，不管波折，情不变，要放开主挂牵，仰望主是人现，跟主纵直昂步只望前。或许沧桑转变，星宿纷暗地如万千，世事乍变，或有地而改了万变，心中始终惦记，敬拜侍奉坛前，坚守主真理到达最终。和我主相见。